小猫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小猫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他为他买了一面镜子。他为他买了一面镜子。他在镜子前化妆。他在镜子前化妆。书房里挂着一面大镜子。书房里挂着一面大镜子。孩子们用镜子做科学实验。孩子们用镜子做科学实验。